另外，想再请教，弟子曾经遇过自己生病时，刚好养的鱼死掉，之后弟子的病就好很多。请问这是一种替代吗？再请师尊慈悲示教，感谢。你自己遇到生病，刚好养的鱼死掉，之后弟子的病就会好，难道这个鱼有修行吗？它能够替代你吗？它是神鱼吗？哦，这个鱼就死掉了，你的病就好了，这不太可能的事情呢。为什么？当可以讲是凑巧吧，刚好吧，对不对？难道这条鱼是有修行，或者是神鱼，它可以替代你，它懂得替代法，不太可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应该讲起来是巧合。